昨晚呢就讲緊嗰个香港嘅屋邨惨案同埋有啲灵异事件啦，咁今日我哋继续㗎喇。咁另外我哋继续讲香港嘅呢，都会讲下其他国家嘅，即係有啲屋邨啦，或者有啲佢哋未必係屋邨嚟嘅，譬如一啲总之一啲住嘅住宅啊，啲空宅嗰啲灵异事件啦，咁天猫开始先啦。好嘅，咁啊呢单嘢呢就係、是、发生喺我哋好熟悉嘅即係呢个顺利村啊。咁就係顺利村斩头少女案。好啦，咁啊要数呢香港万鬼公共屋邨呢，咁一定要讲顺利村啦。喺过去嘅40年嘅历史入面呢，喺村内呢曾经发生咗好多好震撼全港嘅凶案嘅。嗯，到今日呢仍然有唔少人呢都当系一啲茶余饭后嘅话题啦。嗯，咁我哋成日呢都听鬼故呢都话乜乜乜学校乜乜屋苑呢其实前身系乱葬岗啊，或者系坟场改建而成嘅。嗯，咁其实好多呢我哋都知啦，吹水啦，传言啦。係呀，大部分个头都系咁嘅。係系每间学校个女厕都有嘢㗎嘛。係呀，尾个格囉。锁住嗰格，系啊，就系锁住嗰支地拖棍啦。系咯，好啦，咁啊，但系咧，邻近飞鹅山嘅顺利村咧，就真系货真价实噶啦。嗯，咁咧，系真系起喺呢个坟场原地上面，即系直接喺个坟场上面咧，就起咗呢一扎楼啦。系，咁嗰度嘅前身咧系七号坟场嚟嘅。嗯。咁啊，至到1970年代咧，先至改建成为公屋啦。咁啊，大约咧就喺1978年至到1980年咧，就建成咗而家嘅顺利村啦。系。咁啊，好多早期顺利村嘅鬼故事咧，都系源于呢一个背景嘅。咁啊，即系有坟场啦，自然就多好多鬼故事噶嘛。一定系咧，原先系坟场，因为以前系打仗嗰啲咁样咯。是啊，冇错。咁咧，直到咧2005年咧，喺呢条村咧发生咗一单好得人惊嘅凶杀案之后咧，先至开始传出相关呢个凶杀案嘅灵异故事啦。嗯，咁啊，其实咧大约系咁样嘅呢个故事。嗯，一个咧做酒楼侍应嘅我哋呢个好凶残主角啦，叫做李志腾啊，咁我哋咧就叫佢做李伯啦，因为其实佢都一把年纪咁样噶啦。咁李伯咧就靠劳力啦换取生计啦。咁咧由于咧收入咧就比较低微啲，咁咧过咗不惑之年啦，即系都过咗壮年之后咧，咁仍然都系孤家寡人嘅。嗯，咁咧。但是呢后来都找到呢一个内地的老婆啦。嗯，那都结了婚之后呢，他老婆呢都为他生了一仔一女的。但是呢一家四口呢，那很多时候都即长期分隔两地啦。嗯，那他呢偶尔都会回去内地呢探下仔仔啊、女女啊、老婆这样的。那但是呢你都知道啦，分隔两地的感情咧，难免都系有啲影响啊，或者可能即系感觉冇咁 close 啊，冇咁亲密咁样嘅。嗯，跟住咧，等咗又即系等完一年又一年咧，咁终于喺2000年咧，佢老婆啦同埋两个仔女咧，终于都批咗落嚟香港定居啦。嗯，咁啊，一家团圆本来就应该好开心至系噶，系咪先？都等咗咁耐咯。咁啊，但系咧，同年咧。李伯咧就好唔好彩就被解雇，咁就失咗业啦。系。咁因为咧一路都揾唔到新工啊，家庭嘅经济负担咧就落咗喺做清洁工嘅妻子身上啦。嗯。咁就读中六嘅大仔咧，咁仲需要喺周末咧揾一啲兼职啦，帮补下家计添嘅。都几辛苦。咁以往即系成家都系咁样。咁其实咧，基层嘅市民嚟讲咧，即系好多都有呢个情况嘅，系啦。咁即系只不过系，突然间嗰件事个经济负担咧转咗落做妻子度咧，咁就一个大改变咯。嗯，系啦。咁以往咧，做惯咗一家之主啦，我哋嘅主角李伯啊，咁咧到咗今日啦，佢就要老婆俾零用钱俾佢啦。
咁咧就觉得自己即系好似好无奈啊，好冇瘾啊，觉得自己好冇用咁啊。嗯。再加上咧，咁啊一对仔女咧，即系佢觉得对仔女就当佢冇到，咁佢咧即系内心咧就觉得尊严尽失啊。咁就慢慢开始啊转啊牛角尖啊，情绪亦都咧开始唔系咁稳定啊。咁啊性格啦，慢慢咧开始大变。嗯。咁啊，你知道啦，有时呢啲。可能啊，自卑啊，或者自己冇嘢做咧，就多嘢谂。咁仲因为咧，好多一啲好琐碎嘅事咧，成日都同屋企人吵啊，大发雷霆啊，一讲唔啱咧，又掉嘢啊，又剩啊，甚至乎咧，有时见到两个仔女咧，都会经常就攞佢哋嚟做出气袋啦。嗯，其中咧，佢对佢嘅细女咧，阿平咧，就唔知点解咧，更加系成日都睇佢唔顺眼啊。咁啊，自此之后咧，李伯咧就经常因为一啲好小嘅事啦，咁就成日都同阿细女阿平咧就嘈，咁一唔满意咧，就一嘢拍落佢个头度啊，即系发泄啊，发脾气啊，乱咁发脾气咁。都已经有啲情绪激动，有啲病咯，开始啊嘛，即系咁样开始有啲家暴嘅感觉出现。系咯，其实即系佢抒发唔到佢自己觉得自己委屈啊，或者冇咗个家庭地位嗰个情绪，咁佢慢慢就即系用呢啲脾气嚟即系发泄喺啲亲人身上咯。嗯，咁其实佢应该出去即系可能出去玩下雀仔啊，出去公园度同啲朋友倾下偈，我谂应该都舒缓到啊，成日屈喺屋企啊，实出事噶啦。我谂可能样样都加埋啦，第一嗰、那个即系住嘅单位又好细啦。咁第二又即系觉得自己好似冇能力咁样，突然间咁当然佢娶个老婆，佢老婆本身应该系后生女啦嘛，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唔会好老啦。咁佢可能会觉得自卑咗，即系落到嚟又可能个女人又搵到工作啦，又可以养到自己啦。咁啊，嗰一仔女可能同佢又唔系话真系咁投缘咁样，咁可能就会乱谂嘢咯。都系一个恶性循环咯，我觉得，即系无论你几亲嘅人，如果你不停咁样发脾气啊，有咁多情绪咁样发泄喺人哋身上，始终个相处都唔会好噶啦，我谂系，同埋好正常。咁所以咧，阿细女阿平咧，对佢老豆咧都非常之好，非常之咁唔中意啊。甚至乎可能有时即系啲语气啊，各方面啊，回应啊，都唔系咁好，有啲憎恨咁样啦。嗯。咁喺邻居嘅眼中咧，阿平其实咧都成日都笑笑口咁样嘅，但系偏偏咧就系对佢老豆咧就即系不睬不理啦。咁啊，当然我都话啦，恶性循环啊嘛。嗯。咁所以咧，佢哋两父女之间嘅即系嗰、那个代沟啊，鸿沟越嚟越大啦。嗯。咁啊，你知越嘈日越劲啦。与此同时咧，夫妻之间咧都缺乏沟通啦，同埋咧，性生活都唔系咁协调嘅。嗯，咁咧，所以咧，令到阿李伯咧，咁又系谂乱咁谂嘢啦吓，怀疑佢老婆咧到底有冇红杏出墙啊？咁猜忌啦、妒忌啦、不安咧，同埋自卑咧，都令到佢转咗牛角尖嘅。嗯，即系佢成日都可能会谂好多嘢啊，个衰婆都唔知系咪勾佬啊！对仔女都唔知系咪我生嘅，咁啊成日咧少少嘢都即系怀疑咧佢自己老婆咧，喺内地咧有婚外情，嗯，每次咧听到佢老婆咧，即系佢老婆同一个男人倾电话嘅时候咧，都会咁讲嘅，即系无论嗰个男人系边个啊，识唔识都好，佢都系会好敏感嘅当时，系咁啊，后来咧佢老婆咧即系。都顶佢唔顺啦吓，你次次都咁样，咁都好大压力噶嘛，系咪？又要翻工，又要即系顾住你乱咁谂嘢咁样，咁咧老婆顶唔顺啦，就话表示我唔得啦，我顶你唔顺啦，我要翻内地啦，嗯，系啦，咁咧阿李伯咧就好似突然间咧个脑叮咗一声咁，佢自己啊吓，即系好似突然间唔知揾到啲咩答案咁样啊，嗯。系啦，咁于是咧，佢就开始咗计划呢个灭门嘅屠杀计划啦。咁咧，豁然开朗谂到个答案就系要谂住杀晒成家人咁得意，佢肯定系真系有病啦！依下
即系唔系好，即系唔系好纯粹咁样，就系谂佢，即系惊个老婆系咪有外遇嗰啲，摆到明就系、是、即系有病先会咁谂啦。即系一讲唔埋单，哦，你翻大陆啊？哇，你吓我要杀咗你咁样，咁奇怪嘅咩？佢我谂佢处于一个状态咧，系佢根本太自卑啊。然之后咧，将佢嗰啲乱咁谂、乱咁作，即系个脑里边编出嚟嘅故仔咧，放大咗一百咯。系，同埋可能佢啲仔女对佢好差态度都唔定嘅，即系佢谂住，诶、哎，就算自己冇嘢做，即系可能六啊零岁啦，咁睇佢仔女长大都 OK 嘅，但系可能啲仔女根本都唔睬佢，所以冇话呢个系恶性循环咯。系咯，即系可能个老婆又唔理佢，啲仔女又唔睬佢，咁咯，即系冇好似住喺度住，但系就冇感情咁样。系，咁咧喺2005年啦，2月2号嘅早上咧，咁李伯咧就用老婆俾佢嘅交租嘅钱啦，咁佢就冇去交租，竟然咧走去买咗一把16寸长嘅斧头，哇，系啊，就作为咧屠杀屋企人嘅武器，咁翻到屋企之后咧，佢走咗入房，咁咧声都唔出啊。称起啱啱咧仲瞓紧觉咧，瞓得好冧嘅细女阿平，嗯，狂咁样用斧头咧，劈落佢个头度。嗱，其实阿平系佢亲生女嚟噶，我想讲，咁咧成面都系血嘅阿平咧，咁你忍住痛苦啦，都即系嗰一刻仲未死，佢都求佢老豆啦，唔好斩落嚟啦，你唔好斩我啦。咁但系咧已经即系。烧到上头啊！乱咁谂嘢，谂到傻咗咧。咁呢个老豆咧，一早就即系已经丧失咗常性噶啦。今日继续咧，手起刀落啊，不停咁喺度劈，对住佢个头系咁劈劈劈，直到咧阿平咧完全静止咗，冇咗任何嘅反应，佢先至停低。之后咧仲将血淋淋嘅阿平咧成个拖咗入浴室啊。继续用他那把刀咧，同埋斧头，不停咁样劈阿平个头，咁啊个口咧仲喺度噏下噏下啦。咁细个就唔听我话，我要你身首异处。哇！呢、這个系唔即系真系有咁上下癫先讲得出，即系癫咗咯。即系要即系完全系癫得好紧要先讲得出啊嘛！即系你唔听话，我就要甩咗个头咁样。真系系有杀冇赔嗰堆咯。唔明白当时咩态，即系嗰个感觉系有几咁有几咁怪异咯。我谂佢已经系错乱晒噶啦，谂嘢谂到，即系你唔能够用我哋呢啲好正常嘅人去谂佢点样谂嘢咯。系你咁攞买得个斧头都唔谂，唔系正常人啦。同埋边度又可以有买到斧头咧？同埋，即系佢嗰个状态咧，即系令我哋会联想，哇，好似即系恐怖到好似鬼上身咁，我觉得。系啊，有啲咁样嘅感觉嘅状态。系啦，咁啊，即系进一步咧，喺度发泄啦，不停咁样喺度剁佢个头啦。嗯。咁后来咧，发泄完之后咧，佢先至用报纸啊，同埋胶袋咧包住佢个女个头。嗯。然之后就礼手掉入垃圾桶啊。之后咧，佢仲清洗现场啦，将嗰间房咧同埋浴室嘅血路啦，即系其实你知咁样劈法，就真系一地血噶啦，咁样抹啦，抹翻干净啦。咁期间咧，佢发觉自己咧嗰对鞋咧，其实都沾满咗鲜血啦，加上都着咗咁耐时间咧，都好残啊。系，所以咧，佢仲有心情咧，去到附近嘅商场咧买翻对新鞋啊。咁你翻屋企嘅途中咧，咁啊啲街坊见到佢拎住对新鞋啦，咁啊讲笑同佢讲啊，咁啊咁快买新鞋过年啊，系有冇买马？有冇买马啊？咁样即系仲喺度讲笑。嗯。咁咧呢个啱啱杀咗自己亲生女嘅李伯咧，竟然系若无其事咁样同街坊咧喺度吹水啊、倾偈啊，咁倾完就斯斯然翻屋企添。嗯。咁啊望住咧个女啊。嘅尸体啊，你要知道系冇咗个头嘅尸体、哦。嗯，咁啊只手咧都冇停落嚟噶，佢竟然咧喺度摸紧咧一支4尺长嘅铁通。嗯，佢个脑里边咧不停咁样盘算紧，点样将佢老婆啦同埋佢嘅大仔咧，即系杀埋啊。嗯，
咁大约下昼三点钟啦，咁佢听到开门声啦，咁就知道有人翻嚟啦。咁啊，呢个读紧中六嘅大仔咧就翻屋企啦。咁啊，佢打算咧就用斧头咧，即系一样啦，攻击佢个头啦。系。咁但系咧，当佢个仔行入客厅嘅时候咧，佢就闪开咗，用咗只手去挡。虽然咧手啦同埋头咧，阿大仔都中咗斧头，但系咧即系冇劈中要害咧，咁佢仲喐到啊，冇晕到啊。但系啲血咧都系不停咁样流噶。咁啊，仍然系梗系反抗啦，系咪先？俾人咁样劈法又痛又成，咁啊不停喺度讲，喂，到底发生咩事啊？点解咁样啊？谂嘅谂唔明啊！咁咧，因为咧唔能够一下咧就击中个仔嘅要害咧，咁啊李伯咧就乱咁 up 咧就话，哦，因为打伤咗人啊，点点点啊，就乱咁讲嘢咧，咁就走咗佬啦，就走咗，趁个仔咧匿埋咗厨房之后，就佢就逃离现场啦，因为佢知道咧佢。即系做唔低佢啊，咁佢即系嗰刻谂唔到点，佢就走咗啦。好啦，咁呢个咧灭门计划咧咁啊失败咗啦。而阿李伯咧就离开咗佢嘅住所，但系个脑咧不停咁样咧就喺度谂好多嘢，有好多 picture 啦。咁啊，净系咧讲啦，佢话我净系想有翻啲尊严啫。咁样就咁样咧漫无目的咁样行咗好耐。攰啦就坐啦，休息完又再行。咁咧喺条街度咧就徘徊咗两日，游游荡荡咁样。而喺二月五日嘅早上咧，佢自己咧就走咗入去旺角警署。咁啊，其实个人咧都呆晒啊，残晒，咁就好平静，好冇嘢咁咧，就去到报案室咧，同当时嘅警员讲：我杀咗我个女。结束了这一单轰动了全港的伦常惨案啦。惨案发生了之后呢，顺利村的街坊呢，咁啊，梗系即系个个都花生油啦，都即系议论纷纷啊，讲呢样讲嗰样。咁但系呢，因为死者个头呢仍然都系揾唔到噶，即系佢当时劈咗个头落嚟之后就掉咗落个垃圾桶度啦。咁之后可能即系经过一啲时间啊，咁啊垃圾车又收咗垃圾桶啊。咁警方咧当时派出咗咧将近100人咧展开咗24小时马拉松式嘅揾头嘅行动啦。咁咧都冇办法起垃圾房啊、垃圾桶啊，就算 even 花槽啊、停车场、泵房呢啲地方，做晒所有地毡式嘅搜查咧，希望可以即系尽快揾到个人头出嚟啦，还死者一个全尸。咁啊，更加有啲蓝帽子咧，即系哇，直头。爬到啲树啊，或者啲引水道啊，总之所有地方都揾过晒，但系最终咧都系揾唔到嘅。咁啊，仲有啲街坊咧见到咁大阵仗啦，你知喂100人咁样喺度周围揾嘢，啲警察咁啊知道一定系大镬嘢噶啦。咁啊气氛咧都紧张，啲街坊咧平时咧摆喺门外边啲垃圾桶啊、化宝盘啊嗰啲咧，全部佢哋都惊到咧收晒入屋噶啦。即系惊唔知，即系唔知会发生啲乜嘢事啊咁样。咁件事咧，咁啊发生咗大约半个月之后咧，有一个咧自称系离场楼嘅街坊咧，咁啊打咗去电台咧啲鬼故节目度咧分享佢一啲灵异嘅经历啊。咁佢就话咧喺一个晚上咧，佢放工嘅时候咧就约咗太太啦食宵夜啦，然后食完咧就一齐翻屋企嘅。咁啊，当时咧已经系凌晨啦，两个人咧喺大堂度咧，咁啊等 lift 啦，一切都好平静冇嘢嘅。但系突然间咧，感觉到咧灯光咧好似转暗咗咁，比平时咧觉得好似多一阵寒意啊。咁可能啦，佢谂啦，嗰阵时啱啱先至春天，咁有时间唔中有几阵即系寒风啊，咁都唔系好奇怪啫。咁所以都冇咁在意。咁啊，后来咧，当 lift 门打开嘅时候咧，佢哋见到咧一个着住便服嘅少女咧，咁啊耷低个头啦，咁就喺个电梯里边咧，企咗喺个角度，咁咧又因为嗰个女仔咧系有长头发嘅，咁所以其实佢耷低个头咧，你都唔即系唔系咁怀疑啦，其实当然亦都睇唔到佢个样啦。咁佢哋冇谂咁多嘢之下咧，咁就入咗 lift 啦。
咁啊背向嗰个少女咁企嘅，咁啊即系望住前面道门咁样啦，个少女喺佢后面啦。翻到咧屋企嗰个楼层啦，咁然之后咧 lift 门就打开咗，咁佢哋好肯定咧，哦原来咧未到自己嗰层楼嘅，咁但系佢哋咧就冇揿呢层，突然间呢层楼开咗门啦，咁佢哋都觉得好奇怪嘅，咁但系都冇怀疑。然之后咧耳边就传嚟咧一个好空洞嘅声音，就同佢讲：哥姐姐。两个人呢下意识咁样就让一让个位啦，但系原来发觉呢冇人行出嚟啊。嗯。咁佢哋回头一望啦，因为头先有个少女呢咁企咗喺角落头度嘛。嗯。咁啊发觉呢原本呢企咗喺 lift 入面嗰个女仔呢竟然冇咗。咁啊剩返低嘅呢就係呢两夫妇啦，你眼望我眼咁样。咁佢哋都大家都心照㗎啦。唔使讲啦，一定系撞鬼噶啦。咁但系即系都唔敢要任何嘅动作啦。咁啊硬住头皮啦，继续搭翻 lift 咧上去自己屋企啦。咁好彩咧，之后都冇嘢再发生，就安全咁翻到屋企啦。咁但系冷静落嚟咧，佢哋就记起咧 lift 门开嗰个楼层咧，咁啱咧就系少女俾人哋劈咗个头落嚟嗰个凶案单位嘅楼层嚟噶。咁咧，另外有啲街坊啦，更加试过咧，半夜饮完酒翻屋企，咁啊搭 lift 咧去到某一层嘅时候，咁佢出咗 lift 啦，咁啊见到一个女仔咧踎咗喺度系咁揾嘢，咁啊嗰个男人咧就即系都半醉半醒咁样同个女仔讲：，喂，你做咩又抄垃圾桶啊？喂，咁污糟，你想揾咩啫？咁但系嗰个女仔咧嗰刻系冇答佢噶，咁啊继续都系好忙咁样喺度抄佢想揾嘢啦，咁然之后咧，那个男人继续去行翻到佢哋间屋嘅门口，谂住开门，但系咧开极都开唔到，咁然之后佢继续整佢啲锁匙啊，到门嘅时候咧，佢再望一望啊，原来自己咧就出错 lift 啊，去错咗楼层啊，咁啊当佢咧想去 lift 口咧再搭翻上去嘅时候咧，佢又见到嗰个女仔咧。在另外一个垃圾桶继续找嘢咯，咁佢好好奇啦，咁啊再问呢个女仔：，喂，其实你半夜喺度抄咩啫？使唔使帮你啊？咁咧，终于嗰个女仔咧就拧转身答佢咯，望住呢个男人同佢讲：，我找咗好耐噶啦，但系找唔翻啊！你有冇见过我个头啊？嗰、那个男人咧即刻由半醉半醒。即刻醒晒啦，已经。即刻走。即刻咧就冲去，系啊，即刻就冲咗部 lift 度咧，再望一望，原来佢落咗嗰层咧，其实就系嗰一个被劈头少女住喺嗰一层嘅楼层嗰度。佢 lift 都冇等咧，就即刻冲落呢个楼梯度咧，冲落楼下。当你见到个看更嘅时候咧，就梗系同看更讲啦，我见到鬼啊！但系个看更咧安抚佢啦，咁啊俾佢唞阵，之后就陪佢上翻去。咁啊，康间仲见到佢咧，系真系惊到连尿都濑咗出嚟啊！咁我系濑屎添啊，会俾住我惊到。你突然间有个人同我讲，我搵唔到啊，你帮我搵翻个头啊，咁样都唔知帮唔帮佢搵啊，真系会帮唔帮佢？我谂连濑都濑唔出啊，即系我应该会脚软到咧，系喐唔到啊！我佢问我，我唔见到个头，你可以帮我搵翻啊？我点样帮你揾咧？都唔知点样帮你揾好咩头啊？佢冇理由有头啊，好嘛？佢应该冇头嘅，即系可能有声照问佢咯，系嘛？唔系，我谂佢咧应该系耷低咗个头。咁你踎喺度又耷低咗个头，咁又有啲头发，咁其实你唔会怀疑佢系咪成个头冇咗嘅，系咪先？系啊，不过依单嘢咧，好似之前好似听过噶啦，即系真系好似有新闻卖过，定系以前传过好劲啊！啱啱依单嘢系发生无奈之后啦，系都好似系噶，同埋嗰个揿 lift 嗰个都系噶，所以不过我觉得咧咁劲嘅案咧，其实嗰一年半载即系好难会嗰股气会冇咗，即系喺嗰个单位附近。是 啊，即是喂个头都即是无端端你瞓紧觉被人
的起你劈你个头落嚟，即系如果 touch wood 啊，喂，我系佢，我都吓、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即系嗰啖怨气。是不是不过呢即是呢呢啲事件呢都反映到呢其实佢哋本身、可能佢哋一家几口呢都唔係好交流囉。即係如果你有交流呢你唔会唔知道佢即係呢个男人会咁癫㗎嘛。即係除非你係你由就算你由朝嗌交嗌到晚咁你都会 feel 到佢係即係嗌完会冇嘢呀或者啲眼神唔会咁恐怖呀、一啲癫嘅人呢他的眼神真的很空洞同埋佢你感觉那个气场很怪的嘛如果你真的有留意他的即是他们没有留意咯即是各有各。或者在件事发生之前呢可能已经是少少迹象的啦即是可能有些对答啊少少东西就发晒癫这样啊九唔搭八啊。其实他都很奇怪、端啊、因为他说他即是一不满意打他的头点其实都是好即是一些开始觉得有啲异样噶啦，你唔会无端端系咁俾人拍个头，你都冇反应噶嘛？哎呀，佢成日打我头，佢黐线，咁咪完啦。咁你都会觉得，所以唔妥、啊，你成日咁样打我唔系办法、啊，你会同你阿妈讲啦，或者同你阿哥商量啦，咁噶嘛。所以佢个细女冇，其实都好憎佢咯，即系个相处已经即系好鬼白热化噶啦，相处到系啊，所以。唉，即系有啲嘢，即系要倾下，即系可能要大家了解下大家，始终住埋一齐，我都要咁。如果唔系咧，就有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咯。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沟通咧，一定系越早做越好咯。如果唔系你等到嗰件事咧，去到灾到满晒，然之后要爆炸咧，其实就一发不可收拾噶啦。呢啲系典型嘅例子啦，已经系，即系可能已经系。一段好长时间系压抑先系咁嘅，系啦。J.S. 话斋，老夫乱妻，屋企都唔会正常，睇去边系啊，真系唔会好正常。即系如果你一个五六十岁，我当六十岁，五廿零岁咧，去结婚嗰阵时候可能五十零岁啫。咁你五十零岁揾一个可能佢廿零岁嘅老婆，廿几岁，你真系觉得嗰个女人会系因为即系爱你而即系同你？有啲即系同你结婚啊，或者同你生儿育女咩？一定系各有所需啦、啊。我觉得呢啲，咁佢，我觉得佢自己有阵时又系，即系呢个男人又会有突然间转咗牛角尖咯。即系你明知道你上到去都唔会揾到呢啲噶啦，即系唔会揾到真爱噶啦。你唔系谂住上到去揾一个后生你廿几年嘅人会俾一个真爱你。即系我唔系话冇嘅，但系呢、這个即系呢啲咁样嘅 background， 你就好难会揾到一啲。真的很愿意为你全心付出的人咯，同埋到你咧睇唔顺眼的时候咧，即系你会见到乜嘢都觉得有问题噶啦。系啊，即系当你一都啱啊，系啊，即系当你想分手或者你真系你同一个人唔夹，你觉得你会慢慢好讨厌噶。你直头啊，你做乜揸住只杯啊？揸住只杯都错噶，即系可能系系啊，你系即系再加埋可能你翻迟嚟一分钟，或者问啲好无，即系问一问，今晚食咗饭未啊？关你咩事啊？你想点啊？即系都会咁噶，呢啲人就系咁。起晒杠咯，系啊，喐啲就系咁噶啦。嗯，个女人有恋父狂，嗱，恋父狂嘅另还另恋父狂，佢摆明明即系呢个，即系大家都系有需要，即系譬如呢个男人想上，即系想生儿育女，有家庭，咁啊，个女人就觉得我想落嚟香港生活，我又唔想喺上边。咁样，各有需要咯，系咯，就系搞到咁咯。因为其实我哋平时都听过好多呢啲例子嘅，即系两夫妻，一个系即系个女人系可能系内地嘅新娘咁样，都发生好多唔同嘅问题啦。我哋都知道啦，系嘛，咁多年啦已经。M 姐话佢住 C 座，咩意思啊？唔知咩你住 C 座。啱啱佢话咩？有人tag 我，阿橙话咩？用 Google Map 揾翻个头啊！嗰阵时有 Google Map 未噶？嗰阵时未噶嘛，系嘛？就算有都未有咁发达噶喎，应该。喂，同埋咧，嗰啲年代咧，啲阿爸咧好多时都文质好多噶，即系喐啲就即系闹爆嗰只噶。系，同埋嗰个价值观好奇怪嘅，即系同依家年代嘅人系完全唔一样噶。而家系文明啲嘅，真系，
因为呢我以前呢好细个嘅时候呢咁都有见过啲夫妇呢咁闹交啊甚至乎打交呢打、嗯、即係佢哋嘈完交之后呢个天花板呢係全部都係菜汁嚟㗎、啊。你想唔想象到点解个天花板係有菜汁啊即係佢可能反台囉或者哎碟餸好难食啊即係掉半空掉上半空啊黐住个天花板囉。是啊，即系我有见过最劲咧，系买咗只烧鸭翻嚟咧，一闹交啊，嗰晚嗰只烧鸭咧就喺地下平台咯，即系嗰条丝啊，嘥啊，系啊，所以你可以想谂到咧，即系当年咧嗰啲人咧，当年嗰啲人咧嗌起交上嚟咧，就真系唔系人咁品嘅，好中意掟嘢咯。即是他会用很多方法来发泄他那个很爆炸的情绪咯。是啊，即是可能没什么地方发泄，或者他们那个思想是很，即是还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他想的东西可能比较封建或者怎样，所以他们一爆的时候呢，他就将内心潜藏的东西飞出来，这样喷射出来。见我对面屋咧闹交咧，个女人咧攞把菜刀出嚟，一嘢飞落到门度，就咁啄住道门，个男人就啱啱关门走咗啦。咁你小心啲、哦，搬咗好耐啦嗰度，但系劲咯，真系唔非一般咯。咁你嗌你真系小心啲，佢唔好飞未、哦，唔好乱飞、哦。好啦，嗱，跟住又睇埋佢讲乜嚟啊？佢哋好睇先，文室啊，哇！即系呢个音乐系咪大声咗少少啊？有冇啊？有冇啊？揿翻细少少先。点解会大声咗嘅？好，应该细翻啲啦。好。嗱，咁咧，其实咧，呢个咧仲有段片嘅、哦。咁唔知道大家睇过未啦、嗯？不过我咧都照播俾大家睇条片系点啦。我而家播啦吓。嗱 ，Lily 啊，呢个就系案发单位嗰、那个。實際嗰個單位，咁我哋想知道嘅係案中嗰個死者。咁今日咧，我哋啲古仔咧都相對每個古仔比較長，所以你見我頭先咧，好似咧講到急口令咁啊！如果我驚咧唔讀快啲咧，大家今晚冇得瞓啊！誒，條片出嚟啦，係啊，你睇睇咗先。咁我會試下行下。啲地方啊，好。咁明顯咧就有啲唔同嘅，佢咧就唔係好肯睬我嘅。O K， 吓唔系好肯睬我嘅，定系话佢本人已经唔喺呢个空间咧？我暂时就唔敢肯定佢系咪完全系已经离开嘅。O K， 咁但系咧，我唔知系边一间房系嗰个案发现场啦。系，咁但系呢间房嗰个能量系强大好多嘅。系，吓即系会系嗰个阴嗰个能量系大好多，比较大机会系喺呢度发生咯。但系佢个性格咧，即系我只系感觉到受害者啦，咁佢就係真係可能生前都幾有個性嘅一個女仔嚟嘅，即係佢本身都好酷嘅。呢塊鏡都好耐咁，歷史悠久咁啊。鏡有少少嘅，鏡有啲嘢話到俾我聽，係嗰、那個之前佢哋可能一家人喺度生活嘅時候咧。嗯，其實是已經很辛苦的，那個壓力是整家人都有的，就不是說特別某一個家人特別厲害，不是的，是整家人就，但的而且確我是感受到還有部分他的意識是在那裡的。其實案發的時間呢、嗯、應該只有這間房或者整間屋、嗯、這間房呢就是新間出來的、嗯、當時呢是沒有這間房、哦、之後整間屋呢、嗯、就只有個大廳和一間房，可能個房咧、哦、就慢慢慢慢用咗，即係咁樣。不過如果咧係因為個空氣係一條繩啦、哦，可能係啲簾嘅拉嗰啲繩，咁、嗯、或者可能係一啲牀咧攞嚟隔住嗰啲布。哦，係啊，如果佢唔方便係女仔，可能即係嗰啲牀會有糖簾嗰啲係唔出奇嘅，因為係感受最大都係喺呢一個位置咯。呢、嗯、一個位置係最有嗰、那個，即、就、係、是、有啲少少怨、少少陰啊，同埋係都有嗰、那個。
令人好唔舒服嗰個 energy 喺度，所以就係似喺呢一個位嘅。喺個女死者失去意識之後，佢即係我講緊，其實係個分屍過程，個細節會唔會又喺度咧？其實你一路問嘅時候，我一路都想去攞嗰、那個嚇嗰、那個回應啦、資料啦。咁但係咧，就佢只係俾我知道咧，嗰、那個真係解剖嗰個過程咧，佢就係、是、佢父親應該係好快嘅，佢嗰一刻都冇猶豫或者冇話好傷心或者好惋惜，冇啊，都係一個。好利落噶，做得成件事系。O、okay. K， 好啦，睇完系咪睇完啊？系啱啱完啊。系啊，啱啱咪睇个感应啊嘛，阿姚安娜啊嘛，系咪姚安娜叫做嗰、那个？嗯，姚安娜原来识占卜噶，即系识呢啲咁样嘅心灵感应嘢噶。原来佢好似要玩塔罗噶嘛。哦。点啊？睇完大家觉得如何啊？依、這个即系佢感应嗰啲嘢，我谂个重点系我真系当系入咗个单位望咗望咁咯，系啊。咦？又嚟好惊啊！沙沙声啊，好惊啊！嗯。不过我觉得咧，佢嗰、那个佢嗰即系佢嗰个单位其实都改晒啦，即系你好难会。嗯会再想到他是之前是怎样的是那啊阿橙说他是宠物全心思啦，信不信由你他的宠物全心思好我的朋友呢想读宠物全心思课程，跟着我就说你千祈不要、即是不要浪费这些钱啊，千祈是喂，阿 Frankie 就话啦，但系个老婆咧仲搵紧钱养家、哦。喂，其实我都觉得系啊。咁如果那个女人即系咁唔咩嘅话，即系有问题嘅话，咁佢又唔会一路做嘅啫。不过可能即系见佢发脾气，跟住话哎，我翻大陆啦，咁佢就真系开始谂杀佢哋咯。嗯，即系我觉得应该佢本身个人都系自卑啦，即系佢。一开头都话佢都想要翻啲自尊啊嘛，其实唔系人哋唔俾自尊佢，系佢自己觉得咁样俾人咁样对待系冇咗个尊严啫嘛，即系一啲大男人嘅谂法咯。唔系，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其实你呢份工冇咗，咁都可以去做其他工作嘅啫，系咪先？即系如果你成日喺屋企，咁啊实出事噶啦，咁样焗住喺间屋度乱咁谂，即系困兽斗咯，完全系。啱啱咧，我睇到阿 Cat 讲话。啱啱我沙沙声嗰时有人讲嘢啊，我正话突然间沙咗一下，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唔知道做乜嘢啊，我而家都系定咗镜，我而家唔敢喐，好惊啊而家，我又嚟啦开始。我就听唔到啦，咁我唔知道出街听唔听到啊？有班男人声讲嘢唔系咁吓我啊，救命，好惊啊！又嚟。个个礼拜都咁吓吓我，唔系坚系嘛，大佬，唉，听紧啲乜嘢？听到啲乜嘢？佢讲咩啊 ？M 姐都话听到有把男人声讲嘢，真系噶？喂，你可唔可以收一收起佢张相啊？我而家收起先啦。咪嗰个人冇问题嘅男人出咗，个男人系咪冇死到噶嘛？佢冇死到啊！好，佢冇死到，佢杀人嗰个啫嘛。删咗佢先，好惊我。唔想见到佢哦！佢哋个个都话听到人讲嘢，讲乜嘢先得噶？唔好吓我，大佬。咪都可能系啲回音系咪啊？系你系翻你自己啲回音系嘛？听到女人声，听到咁多嘢嘅。Ben 唔系呃我嘛？佢哋相继咁样话有男人声，又有女人声。咁我听翻啦之后。喂阿 K， 你系咪一个人住噶？我唔系啊，我同屋企人住。哦，咁都好啲，咁都好啲。咁但系而家屋企冇人啊嘛，我惊。我就谂我咪你添。即系而家屋企冇人，我就惊啊！突然间咁样，有人转头，有人开门噶啦。好啦，嗱，唔好吓我住，我翻听翻先。我一讲下一个啦，我惊咧讲下咧，又啲朋友仔又揿熄我支麦啊吓。我而家即刻，同埋咧，我哋今日啲古仔好长篇啊，咁所以要讲快啲啊。系啊，嗱，咁下一单，我哋由香港就去日本啦。大家挂唔挂住日本先？系咪好耐冇去过先？
咁啊，嗱，佢讲咩啊？我洗紧嘢听唔到，哎呀，咁唔好住啦。咁啊，嗱，今晚一单嘢咧就系去咗日本嘅。咁点解会讲日本呢单咧？我觉得比较得意，所以我就觉得啊，可以讲下。因为依家日本咧好兴呢个咁样嘅主持嘅，就系一啲即系去一啲空宅度感受嘅主持。咁咧呢个人咧就即系如果有人同你讲啦，即系譬如你入去住之前，佢话啊呢度半年前咧就有人自杀噶咁。又在地板那里有些虫会捐出来躝你的。今天夜晚呢就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的。又之前呢就有些死者的尸体躝晒就是个厅的中间那里。你还会不会够胆进去住呢？即是已经那个人说了给你有些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会怎么想呢？吓，梗不住啦。咁有啲嗱就系因为咁样，咁依家咧通常我哋香港咧都叫空宅噶嘛，咁但系原来咧日本人咧叫依啲咧即系叫做问题房间，或者叫做事故物件，或者咧再文化啲咧就系心理有瑕疵嘅物件咁样，即系意思即系你心理上难以接受嘅屋咁样咯，就唔系讲到空宅咁恐怖咯。嗯，即系对个心理上好啲，能够接受啲咁啦。咁大心理有阴影面积啊，系啊，呢个心理上难以接受嘅房间咁样。嗯，系啊。咁相信咧，大部分人咧，即系都系拣呢啲楼噶啦，即系唔会拣呢啲嚟住噶啦，都会故意避开咧，即系类似有啲唔干净嘅嘢都唔想住噶嘛。咁但系咧，近呢几年真系日本咧太多一啲孤独死啊，即系嗰啲即系。一个人住和啦，暴毙嗰啲咧，同埋啲自杀案啊，都经常发生啊。咁呢一样嘢，即系呢个问题嘅房间咧，就每一年咧都会增加好多喺日本。咁个呢个已经变咗一个文化啦。咁而且咧，但系佢即系因为佢哋有阵时呢啲咁样有问题嘅房间咧，佢嘅设备咧同埋啲周遭嘅环境咧都好好嘅，即系可能喺一啲旅游嘅区域啊。即系等于譬如我哋喺中环或者铜锣湾啊、湾仔啊呢啲咁嘅情况咁样嘅，好多呢啲嘅。咁但系呢啲房间当然就系嗰个价钱系特别低啦。咁如果我哋譬如有啲外来人去，或者真系有啲乡下出嚟嘅人，佢想租，佢就会唔留神咧，就会入咗去呢啲有问题嘅房间度住啦。因为日本咧，佢未必会讲得咁清楚俾你听噶，即系佢会有列表嘅，但系佢唔会个详情唔会讲俾你听。亦都你唔未必会 check 得到嘅，咁咧一不留神就入咗去住噶啦。咁，但系咧有唔少勇士咧，就因为佢好平啊，啲租平得好紧要啊，就吸引咗佢哋喺啲大城市度主动揾呢啲问题嘅房间啦。咁曾经出现过唔少即系灵异嘅房间入边咧，都吸引到好多哇好多，譬如我哋啲大批好奇心旺盛嘅人咧。就专登去拜访嘅，因为佢哋签约咧，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哎呀，几多年死约、生约系几多个月咁样噶，咁所以咧，佢哋就可以随时去体验嘅。咁同埋咧，因为咁样，所以咧，空宅体验相关嘅日本综艺节目咧，都变到好多喎。原来依家近呢几年，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翻呢个，即系日本空宅体验节目嘅爆红艺人啊，呢个叫做松原田螺。即是那个田螺，食那个田螺啊，真的。是真的啊，松原田螺先生。咁佢啊，即係1982年出世嘅。咁就喺日本呢，即係呢个松竹艺能界旗下嘅艺人嚟嘅。咁佢呢就专门就做呢啲呢，佢喺嗰个灵异节目嗰度呢，就去晒日本各个嘅地方呢，就入住啲问题房间嘅。会体验嘅，直头会住一轮咁样啦。咁呢个松原田螺咧，其实咧探访嗰个问题房间咧，系包括咗好多嘅、哦。咁例如有啲咩啦？咁譬如有自杀啦，有谋杀案啦，有啲净系有鬼出没嘅房间啦。咁如果租金咧，系当然系出奇地低啦。咁几乎咧每一间阿松原咧都会亲自入去体验嘅。系。咁啊喺大阪嘅千叶啊、东京啊依大城市入边咧，佢已经住过9-10间呢啲空宅噶啦。佢都几大胆噶，咁
咁佢搵好多钱㗎喎，即係佢用呢个去换钱㗎嘛，即係你夠僵咁你咪可以做囉、嗯。不过我諗佢都係你睇佢样佢应该都唔好驚嘅。佢唔好信呢啲囉咁。佢好有喜感啊佢个样子。佢嗱佢又可以挫你睇张相可以好挫又可以好有喜感咁样几好。幾多幾多妻发展咁样。咁除咗呢参与呢个恐怖嘅体验综艺节目之外呢，佢仲呢将自己呢住过嘅空宅嘅体验呢记录咗落嚟，就做咗一本小说，就而家你见到右手边嗰本呢嗰本、小说啦，仲、叫做事故物件怪谈，咁销量仲非常之好添嘅。我之前有一次我记得我都想买嘅，但係我觉得佢讲嚟讲去应该都系讲个人嘅体验多啲，多过可能会有啲嘢飞出嚟啊啲咁，所以我就未必会讲，因为日本人写小说就比较内敛啲嘅。你睇嗰啲日本嗰啲鬼片，你就知啦。咁咧好啦，田螺又点？咁跟住田螺咧就即系去揾咗间房住啦。咁佢首先咧就鼓起勇气咁咧，就入嗰啲房地产，即系啲地产度问啦。咁佢入去就问咯，喂，我想问一下你哋咧，呢度系咪有即系有啲问题房间出租噶？咁几乎咧，咁啊所有公司咁梗系唔会对啲客讲话，喂，我哋有好多呢啲房间出租噶，梗唔会话俾你听噶啦。咁佢哋梗会即系当你讲笑啊，或者直接赶走你啦，咁样以为你玩嘢啊嘛。咁但系咧，亦都有唔少有啲好迫切嘅，即系真心迫切，即系。嘅公司可能生意唔好啲啦，咁啊想或者见你哋话你好似好急住空宅咁啊，好啦，我帮下你啦，拱出去啦，系啊，我当帮朋友嘅咋咁样，咁啊，咁啊俾个列表去睇咯，个列表嘅价钱系点嘅咧？咁26,000 yen 就系住啲凶杀案嘅房间，咁啊27,000 yen 咧就系自杀嘅，咁啊43,000 yen 咧就系病死嘅。即系佢系就系咁样噶啦，个列表佢唔会讲俾你听佢点样嘅单案，佢净系会26,000 yen 一划，跟住杀人嘅房咁嘅啫。咁咧哦系，咁所以咧你系唔会知道究竟个内容系点嘅，你净系会大概知道个浪咯。咁、那个标价即系标咗喺度啦，咁啊佢净系弄两个字解释嘅啫。咁最后咧佢就谂一谂下，咁一系就拣间最劲啦，咁啊拣间26,000 yen。发生个杀人事件嘅房间，然后入去住啦咁。咁啊，依间房咧就系位于即系一啲治安好差嘅区域嚟嘅，咁啊唔系特别好噶都。咁啊，附近啊仲成日咧张贴住一啲标语，就话喂你唔好，你哋唔好将啲嘢啊乱咁掉落街啊咁样，即系证明嗰度真系成日有人掟嘢落街噶啦。系。咁咧就当佢咧去到嘅时候，咁啊去租间房啦，咁啊去到咁入去。咁啊间房咧，好明显咧，埲墙咧就俾人翻新过一次。咁但系咧，佢打开咗个榻榻米，即系地下嗰块嘢咧，检查咧，佢见到个触目惊心嘅场面就系咧，佢有啲一道道嘅血痕啊。嗯，即系个地下已经即系渗嗰啲血落去个底嗰度，一条条痕沿住个榻榻米嗰啲边咧，已经渗啡啡黑黑嗰啲咧，系你已经渗到全部都系啦咁样。咁而且咧个镜咧，厕所个镜咧，仲有一啲咧用油画笔乱画嘅痕迹啊，嗯，即系佢冇翻身个入边啊，只系咧将嗰个马桶同埋个浴盆咧就翻身咗嘅啫，即系新嘅咁样。咁但系佢话令到佢最惊嗰下咧，就系佢竟然咧喺嗰个浴缸度咧见到有啲即系有啲白头发，有啲即系黑加白嘅头发咁样长嘅。长头发一执执咁样喺嗰个浴缸嗰度啊，咁佢话咧，佢唔系净系嗰刻入去住个时候先见到噶，佢久唔久咧就会出现喺个排水口嗰度噶啦，咁即系佢成日有人洗头，美女洗头咁样咧，咁啊佢入咗去住咗冇耐之后咧，佢亦都会感觉到咧间房咧成日咧都会有一种咧莫名嘅怪异感噶，即系成日都个气场觉得唔好噶。咁啊，觉得唔舒服咯，系啊，好唔舒服咯。咁你见到间屋都系好细间啫嘛，好局促咁样。咁啊，咁啊，房地产公司咧，亦都冇话俾你听呢间房到底发生过咩事啦。咁啊，梗唔会同你讲啦个详情。咁啊，直到有一日咧，佢去落街买外卖嘅时候咧，咁呢个便利店嘅老板咧就同佢倾开偈啦，就同佢讲话：，哇，
你都咁主导噶，系咁。终于咧就问呢个老板咧，即系啲呢啲八卦友咧就话俾佢听究竟发生咩事啦。原来咧之前咧呢一间房咧系将即系嗰个人啊，那个屋主个男人咧将佢个同居嘅妈咧杀咗啦。咁喺嗰间房入边咧，即系打完又打又闹，讲咗一大轮之后咧，就拖咗去浴缸嗰度。将佢浸死埋添。咁呢个时候咧，阿松原第一时间就谂起咧，房入边啲血痕同埋排水口咧，即系突然间无缘无故有啲头发喺度，咁佢就突然感到，即系突然觉得哇，即系原来即系咁阴嘅间屋咁样。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其实佢住咗咧都有半个月至一个月噶。咁都慢慢咁佢都好劲喎。系啊，即系佢有体验嘅，真系佢唔系去两日噶。咁咧佢就稍微咧就适应咗咧依间房嗰啲怪异嘅变化啦。即系佢已经惯咗见惯啦。例如咧，佢话嗰啲毛发继续就会时不时会出现喺嗰个浴缸咁样啦。咁啊，长身咧就总系觉得即系间唔中有啲新嘅爪痕啊咁样啦。即系都几夸张啦吓。咁当佢咧已经适应咗落嚟嘅时候咧。怪事又嚟咯，咁咧当佢有一日佢喺房入边嘅时候咧，即系入到即系翻屋企嘅时候咧，佢咧会感觉到时不时咧会有人咧好似好大力咁样咧扯佢嗰个门锁啊，即系好似嗰啲想冲入嚟咁啦，系啦，好似想强行入嚟咁样样啦。咁啊第二日咧亦都发现门口嘅信箱咧啲嘢咧成日都唔见咗啊。咁佢谂，喂，唔系真系邪成咁啊嘛，大佬咁。正当佢苦恼紧究竟系咪真系咁邪门嘅时候咧，咁佢打开电视机，有一日又见到一单新闻。咁单新闻就话，附近啊，即系佢嗰个区附近啊，搵有一个咧攞个铁锤咧通街打老人嘅男人咧，俾人逮捕咗。咁咧最令佢即系毛骨悚然嘅咧，就系原来咧呢个男人咧。就是以前啊住喺依间屋入边将自己阿妈杀咗嗰个犯嚟噶，咁啊因为佢咧呢个人咧本身有精神病噶，所以佢唔使入狱嘅，佢竟然咧就喺嗰个精神病院嗰度走出嚟啊，即系走咗出嚟一段时间，咁得人惊，系啊，仲谂住咧去佢住紧嗰间屋嗰度啊翻去。咁所以咧，佢上个节目嘅时候就话好，即系好怀疑啊，亦都好惊啊！即系如果有一日佢一开门见到嗰个男人坐咗去房中间张榻榻米上面嘅话，都唔知点算好啊！点算好？要同佢死过啦，梗系。即系原来佢好惊，以为有鬼，仲惊过见鬼啊！个癫佬翻翻嚟旧屋揾佢啊，想。喂，只鬼都话扯你把锁都仲入唔到嚟先啦，吓吓你咁样找下嘢，甩下头发啫都系。喂，但系个男人唔同，个男人分钟走上嚟劈佢嘅。啱先佢讲咩啊？音乐大声咗啲，大声咗咩？我教细咗嘅，我教翻大细少少先，等先啊。系啊，不嬲都话咧，人咧真系恐怖过鬼啊。细声咗啲有冇好啲啊？应该好啲啦，又点解咁大声啊？都话人恐怖个鬼系啊，唔系咁。如果咁嘅情况，大家梗系惊啦。喂，你本身凶杀案嗰个犯翻咗你依间屋度揾唔知揾咩、啊？你争勾勾嘅、哦，系啊，争勾勾嘅、哦。佢揸住个铁锤嚟揾你、哦，你唔惊啊？佢系咁戳到门，咁点啊？即系爬出窗啊？恐怖个鬼啊！之前咧戳佢把锁嗰个可能系个男人、哦。系啊，唔系鬼喎、啊！我话俾大家听啊，我正话咧个咪沙沙声啦，跟住咧我咧头先你咪话音乐好大嘅，大咗嘅，其实咧我系冇揿过任何嘢噶，佢一路唔知点解无啦大啦咁我正话咧，其实我都想分享少少嘅，咁我晏昼啊打紧份稿嘅时候咧，咁样喺度打咧，嗰、那个 keyboard 咧，佢系不停喺度自己 copy 嗰啲字啊，突然间。但我嗰啲，你系咪即系我嗰啲配备系新嘅？你明唔明啊？系定系你一路打稿一路食薯片啊？即系摄住咗喺嗰啲位咧？唔系啊嘛，嗰刻我其实我有少少惊嘅，因为今日全日我本身都冇人喺屋企嘅，我系真系有啲惊嘅，因为我嗰个 keyboard 又系新啦，我嗰、那个即系我嗰部机又系新啦，咁所以冇理由咁嘅。但系咧，我打打下嗰行字咧，即系讲跳楼嗰啲咧。佢打同一行字打咗十几次，
我先发现而禁停了他咯。同埋正话无端端你话音乐大声咗啊，我系乜都冇，背景声越嚟越大，我冇教到，好大声咩？依家我冇啊，咁都大声，冇教过、啊，中咗木马，唔会啊嘛？应该唔会嘅，咁啊，再细啲啲咯。依家大咗咩？依家好大啊，系咪真噶？唔好呃我啊！你哋唔好即系而家唔好谂住吓我先，认真地系咪大声咗？但我系好细声噶个音乐，依家我听到。不过可能咧，因为佢哋咧听得个时间耐啊，咁所以咧、背景音乐就变咗会大声咗咯，可能教翻细少少，咁佢哋听得舒服啲。系咩？真系依家有冇好啲啊？有阵时接触问题，希望啦，希望系啦，我惊啊，都我有少少惊啊，真系。我觉得而家应该舒服啲啲嘅，即系冇咁嘈嘅。我谂阿 K 隔篱唔止一个，可能有两三个贪玩嘅小朋友啦，又吓我啦。喂，阿 K 啊，你应该咧搵一次咧，即系将你周遭嘅环境影一影俾我哋睇嘛，等我哋有啲 picture 嘛。VR 啊，系咪 VR 俾你睇啊？等你有 3D 嘅感受。那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哆切哆耶，哆哩耶哆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达波比阿弥哩。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诺智多，迦利。迦兰多，揭弥尼揭，揭诺智多，迦利娑婆诃。
更多灵异故事，敬请关注 YouTube 平台佛灵人间，亦都可以成为会员支持平台的。下次见。